到其他地方的海滩没有红树林的地方，你感觉到那个海水的腥味很浓很重，在我们这里你根本都感觉不到那腥味，因为红树林净化了那个海水，空气也净化了，所以感到这里海水也像活水一样，你感觉非常舒服。以前呢，这个岛里呢也有那个养猴的现象，不过呢，为了更好的保护红树林，我们就动员他们把那猴牌移到外海去，在这个红树林片区里呢就不容易养猴了。红树林保护要紧紧的抓在手上，放在心里。同时呢，我们充分利用湖光现有的旅游资源，把那个配套设施进一步完善，通过我们红树林的奇观吸引群众过来这里参观去旅游，达到促进我们生态旅游发展的一个目标。